好，现在请根据我的口令，祭天地四方仪式，向东，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。向南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。向西，五谷丰收，五谷丰收。向北，万象更新，万象更新。里程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我们可以移步旁边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到来自居銮中华中学的24节令鼓队为我们带来24节令鼓表演，请鼓队朋友们就位。我们可以移动到比较后面的地方，是，谢谢各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请居銮中华中学24节令鼓队为我们带来丰收祭鼓，有请。
鼓声中呢，我们2020年的黄梨花季正式圆满结束，谢谢各位。黑啊！棒啊！哦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跟在线上的朋友们了 ，Hello， 中信，要跟大家拜个年吗？很高兴了，我们今年的这个黄梨花季，然后这个也顺利的举行。那么我们这次呢是祈福啊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希望疫情早日过去，啊，各种农业生产，人民的经济活动能够恢复。最重要的是在来临的这一年，大家健健康康，迎接新的一年。感谢今天的24节令鼓啊的学生们，感谢还有原主啊各方的配合，谢谢各位。到我。好，所以今天晚上哦，民众哦，我也可以在那里做个直播一个活动预告啊。今天晚上8点呢，我们在老街后巷也会有我们的那个得来速旺来花派发，所以民众可以在今晚8点哦，以 drive through 的方式来我们老街后巷领取旺来花。谢谢线上的朋友。